救命啊！你过来。能够治好你家七洛，您说什么？我想啊，这是一个途径。您看，您儿子自从小时候那场意外之后，一旦接触异性，皮肤就会过敏。但是你看，刚刚那个女孩子，她亲了七洛却没事儿。所以呢，我想以她为媒介，对您儿子进行系统的脱敏治疗。我明白了。戴森，就是这个距离，不能靠近。你故意让我完不成任务的吗？你还挺有出息。别这样看着我，只有你旁边有座位，我要是不坐这儿我就得出去了。这边有什么问题吗？再吵滚出去。喂喂，我叫你呢。你就是那个新来的？你挺厉害的嘛，我走才没两天你就缠着韩七路了。哎呦，你误会了，我对韩七路没有那个意思。还整理资料了，挺齐全的嘛。再齐全也是白费。我告诉你，韩秋露是我的，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他。站住！你去找他麻烦了？没有啊。以前我是懒得和你计较，但是从今天起，我请你收起你的任意帮。你为什么要护着他？我才懒得护着他。我只是非常讨厌别人总是误会你是我女朋友。韩七路满意了吧？我现在跟你一样困。给韩七路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让你这么靠近他？什么迷魂汤？韩七路他有病、啊！你居然骂他！喂，你干嘛？他就是有病啊！他这么对你，你居然……喂！熹微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考试快开始了。熹微，你为什么也帮着安初夏？我是在帮你啊。你想，安初夏如果有三长两短，你觉得你自己能全身而退吗？韩七路会放过你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让你找校董会查监控，为什么还没有找到？那监控多，你多找几个人去找不行吗？找到初夏了，这边，快快快快！谢了谢了，来，走。我去，这怎么还冒出人来了？哟，
有什么办法能够快点治好韩七路呢？要不试试一分钟肢体接触？该怎么开始好呢？既然你这么喜欢笑，那你继续站在这里笑话吧。哇，西薇，你考第一名哎！比上次进步好多，哎，高这么多。考第一还这么生气啊？听说那韩七路是因为安初夏的缺考课，不然莫西薇怎么能考第一？缺考可是零分。对不起。没事。